把清闲的钱捐光光啊！九百不是一人两票，哎，对，九百一，对呢，哦，一万八。对不起，我刚刚口气有点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，今天又来到我们平民百姓大挑战二诊单元，二诊谁呢？啊，我们今天二诊的目标是新玄，二诊新玄应该很爽嘞。啊，问题我们要怎么诊新玄？来跟各位简单的来解说一下啊，来可以看一下，这是新玄跟我的 LINE 有没有？有可以看到内容有没有？新玄叫我去帮他拉一个这个 PUBGM 的比赛的拉票，对不对 ？PUBGM 的。啊，那我们怎么可能让他这么爽轻轻松松拉到票呢？所以等一下我会设个条件，就是假设我拉100票，对不对？我要让他乘以5的倍数去捐钱，100票就是500块，那1000票就是5000块，把清闲的钱捐光光啊！这个 idea 你们觉得怎么样？应该是不错吧？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先自己扣薪去问一下。哎，新雪，哎，你点会在是不是？玩天堂啊？哎呀，你没有玩没关系啊，我只是要帮你拉票这样而已，不是吗？哦，对啊。对。玩什么？你说 PUBG M 是不是？哎，对啊。好，其实我之前有玩过了。有空啊，等一下我就会开了。对啊，但是我跟你讲，等一下我们先讲好的，就是你现在是我忘记400多票，等一下我会上网去看，对不对哈？但500多是不是？我想玩一个比较特别的，有没有？对，就是哦，如果等一下对不对哈？我只要拉到一张票，对不对哈？对。那你负责你哦，是你负责捐哦，你负责捐五倍的钱。随便啊，怎么捐到哪边都可以啊。那如果100票的话，对不对哈？就是捐500块，所以1000票的话就是捐5000块。对，但是我不会跟观众讲是你捐的哦。对，这个就私底下你的钱就这样拿出来了，好不好？对，对，这样可以是不是？好，非常好，你有心理准备吗？应该。两三百票，很便宜是不是？没关系，等一下我们今天就知道了啊。再加码是不是？1000票再加是不是？好，真的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哦。好，那等一下准备好了，我等一下差不多5分钟内就开台了，好不好？好 ，OK， 好，拜拜。看来这个好像不太够，我等一下一定拱更多，好不好？我们越讲越夸张，我觉得五倍好像对新玄来讲不是太大的压力嘞，他讲得很轻松嘞。好的，你们以为刚刚我就会这样放过新玄吗？我们企划临时改变，我决定加码。刚刚说捐出五倍的钱，对不对？投票出五倍的钱，对不对？我决定改成十倍的钱。十倍的钱，那我们看看新玄到底会不会傻眼啊？百姓不是说好的五倍吗？怎么变十倍了？注意聊，听好聊，新玄捐多少，平民百姓捐多少。我要让今天新玄毫无退路。Let's go！ 知道新玄的帮我按个七好不好？对，按个七。啊，那大家应该都知道哈。来啊，我找一下网页。好，有了。新玄他现在在参加一个 PUBGM 的比赛，来，我直接把他拉出来。哦，有了，看到刚才新玄的那个的照片了，现在587票，有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各位去投票，如果有办法每多一票，对不对？注意听好了，平民百姓，对不对？捐十倍的钱做公益，现在线上16800位观众的，我捐十倍的钱。怎么样？捐十倍哦！看，等一下大家投票要去捐哪里？青菜瓜捐，我送的。我跟新宇刚刚有通话一下，
然后顶多两三百票而已啊。他呸！我操！今天没有五百票，对不对哈？没有五百票，对不对哈？我自己五百票，五百票是多少钱？五百票，五百票，五百票乘十倍是不是？万一我顶，不管有没有五百票，我底下就准备五千块出来捐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十倍哦，604是不是？哎呀，确定一下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好好好，有新血。好，587哦，635哦，捐十倍哦。好，捐十倍怎么样？大家怎么样？我觉得这公益是大家做的，不是我一个人做的。忘记 NT22410 的教训了吗？没关系啊，我说了、啊，这不可能是啊，这一台他妈这些观众超狂，狂到我会害怕，你知道吗？一票我捐十倍，十票对不对？就是多少？一票十，一票就一票十倍，一票是十块，一百票就1000块，一千票10000块，应该不会有1000票吧？应该不会有1000票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没有吧？应该没有吧？没有啊，捐钱哦，再讲清，听清楚哦，我是捐钱哦。今天讲的是个 Kimoji 怎么样？我今天讲的是 Kimoji， 你投多少那个，你们谁不用投，都不用投，完全不用。但是你投，你敢投我就捐，你敢投我就捐，你敢投，你投我就投，捐，投投捐，投捐捐捐捐，这样可以吧 ？OK 吧，没有问题吧？一票，我捐十倍啊！注意听好了，十倍哦，十倍哦，捐一万台。我刚不是说5000块吗？我刚刚是不是说5000块？对不对？我刚刚是不是说5000块？对不对？如果有1000票，对不对？如果有1000票的话，新璇捐5000块怎么样？不是5000票，1000票，1000票是5000块了。如果有1000票是10000嘛，对不对？那新璇就捐5000哦，要的话一波七刷过去。大家都要新钱捐，是不是？十倍，对，十倍啊，就是1000票嘛，我捐10000嘛，对不对？新钱再加码5000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大家都说要嘛 ，OK 了啊、哦。我看一下现在新钱几票了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刚是587嘛，对不对？我看，哦，我看一下，新钱 OK 了啊、哦，新钱 OK 了啊、哦，新钱 OK 了，没有问题啦，新钱对不对？不好意思买那么多76587，我看一下。587过来762，这样就175票啦，一人2票弄他们，对啊 ，OK 啦。百姓捐10万，今天有2000票，百姓捐多少，我捐多少。哎，哎，哦，2000票，我捐多少，你捐多少，是不是？等一下我算一下，这样应该蛮划算的，这样算，哎、欸，好像可以哦。2000票，我捐多少，你捐多少？2000票，哎呀，2000票，我算一下，等一下，新璇，你确定你有2000票吗？我觉得那个好像新璇的那个什么很奇怪的照，就看到那个照片，我想咒怨啊，我只差上面没有加一个花，在一个斜线那个东西有没有？新璇，你准备好了没有？对吧？感觉这样啊，新璇没什么感觉。我觉得这样大家是不是不太够啊？1000票捐10000啊，对，没错啊，1000票捐10000啊。哎、欸，10000块，你当我不会痛啊？我又没有买劳力士还是什么的。新璇现在800票了，新璇你准备钱准备好了没有？几点结算？哎、欸，这问题问得好啊、欸，几点结算、欸？哎，我们现在12:07，对不对？一点之前啊、哦、，OK 啦，那个票数，等一下我再来检查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就先冲那个纹样，好不好？纹样我已经等很久了，好不好？不要去叫人了啦，因为你们在叫也没有什么人呐、啊。对吧？我真的不是我平民百姓瞧不起在座的各位，真的、啊，我就觉得台湾人呐、啊，真的对做公益这种事情啊，我呸啊！他妈的，按一下都按不下去啊！哈？按一下都按不下去。我说路边的阿婆那个几十块，我看你也花不下去啊。对啊，你按一下我捐10块，你按10下，对不对？我捐100块，你按1000下，我捐10000块，你按10000下，我捐100000哎、欸，你按不下去，我瞧不起你啊！真的、啊，
做公益这么难？这就是我们台湾人的素质吗？啊啊，是吗？是这样吗？九百不是一人两票？哎、欸，对，九百一，欸、对呢，吼、哦，九百一人两票，1800票，哎，干掉我算一下，我算一下，等一下哦，1800，18000。哎、欸，对不起，我刚刚口气有点凶。对对，我刚口气有点是，其实不用投那么多啦，因为我只是新选大好朋友，我帮他稍微拉一点票。我刚口气真的有点差，我这边跟大家说对不起。对，大家是并不一定要投那么多，你去投可以投一票就好，好不好？一票就好，不用投那么多。哦，我刚算一下，18000好像有一点点那个，对，现在呛人家待会就哭了，没有啦，我刚刚没有恶意。你笑什么？你笑啥笑？别说！你叫你两个天堂群主人帮忙投票，这其实是不用啊。我刚刚新选你那个网址不要再po了哦。嘿，对，你不能干你那个表，随便卖个一两个表你就可以。可是你知道我是没有表的哦，我是没有表的。啪，拿下 flag。对，新选不可以再po网址了，真的不可以了。十万捐100万，不可能吧？怎么可能有10万票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，到一点钱呢、欸？怎么可能？对，我为我刚刚那个有点冲动的言语，我在这边跟大家说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，大家其实可以投一票就好，不用投到两票了，一票就好了。对，做公益这个顺手就按一下就好，不用按到两下。好、啊，百姓惨了，我没有想到两票这件事，我只想到一票的事情而已。我刚刚没有想到两票的，我刚刚只想到我的扣打大概我是想说10000块应该是不会有那么多人按啊，但是我刚刚忘记了一个人可以投两票，一个人一个小时10万票，你觉得这是极限？嗯，那个大家就可以啦，我刚刚口气比较差一点点，对。我忽然发现，我看到人数左上角已经变149人了，大家应该不会想投票啦。这是，对啊，新选对不对？跟我比颜值也是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说多帅，对不对？就说干，这不用啦，不用了。最讨厌的激我，一个人可能不止一个账号，是不是？哎，先讲好不能开分身哦，先讲好不能开分身哦，说好了不开分身哦，因为我刚预算大概10000差不多。不能这样子，我看一下票数好了，我觉得有点可怕。看一下票数，应该是没事吧？986，新权跑到上面去了。新权，你不要再破网址了。新权，你不要再破网址，可以了，大概就好了。刚新权讲，我捐多少捐多少啊，两个乘起来就有了，你大概就好，不用太多了。不用太多，真的啦，不用太多，我们调整一下位置，不用投票了，可以了，大概就好了，大概了，我是说大概，什么继续投票，那个不能开分身啊，我们先说好哦，我们说好是不能开分身哦，好吧，反正这种捐钱的东西大家都很懒的，没有必要为了这一次而跟我扭脾气嘛，对不对？不用了，嗯，应该还好吧，986，算一下，986减掉587乘3990块，哎，没极限，哎，别说，投起来一起做公益，拼10万票，兵不厌诈，这战争，我不相信，台湾人，我嘛是台湾人啊，你们对不对？我嘛是台湾人，我看常看台湾人。对啦，我了解台湾人啦，那个做公益是一件最很困难的事啦。先说好，进来只要投一票就好。叫啊！你叫啊！你叫啊！没得怕的啊！百姓在害怕了。